阿信要出红牌喽！你如果要动手要出红牌喽！跟你讲，这就是你把你的女生拉哭！阿信，阿信，读书的人，等一下你把女生拉哭！好，你讲暴动了没？在干什么你啊？这是不读书的人，我跟你讲，不读书的人，你凭什么这样说他？好像你在干啥？好，读书的人，你搞搞赢了？等一下，你没有资格。好。 我们要吵，我们来听听阿信，他的证据要拿出来了。证据，对，上厕所，我们去了，这是一种礼貌。送他回家，我们觉得这是一种礼貌。送到汽车旅馆，你有看到？华东桥下面，送到汽车旅馆，你有看到？华东桥下面，送到汽车旅馆，代表什么？你是自己还有客气啊？是你自己乱送，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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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哦。那一次我们就真的看不爽了。你每次都有这个流浪跑，我们就跟，而且我前几个月还接到一个女生打电话给他，等一下我们打电话就是撒娇声音。我们那时候我们就真的跟，而且我们从士林一路跟，一路跟到中和华中桥下，那代表什么？对啊，那代表什么？你要讲他们怎么样吗？那代表什么？那天他们在里面待多久？待多久？我想请问一句话，是，如果今天他真的是从南部上的一个网友，对，你是不是可以直接讲说，好，我先送这个网友去旅馆休息休息，你干嘛骗我们送他上回家？哦，所以我在里面干什么？因为我觉得休息的，待了多久吗？待了多久？不一样嘛，反正他最近没有，反正就我一个网友，他们几岁人了？不要这么酸的，有的没有的嘛。我现在怀疑各位的精神状况都有问题，来听我的口令，来。好，精神状况绝对不是很好，都跟着我的手势在走哦。好，这一边先休息一下。好，最后阿信还有没有什么？就是刚刚那个问题是很重要的，小美很重要。我一直重复讲，虽然说我们只有跟到那一次。但是我觉得他的说法真的让人家很难相信。他就是你闭嘴，我先讲了，你喜欢说谎，讲不讲啊？交网友，他只是一种途径，一种管道。我觉得交网友，不要被消耗眼睛啊！连作家王文华都在骑摩托车环岛交网友，人家很重要，焦点嘛，不要模糊焦点，不要中心高了，跟人家比较什么？不要模糊焦点，你告诉我，你是王带他去干什么？因为你太开心了，我就头保你的。干嘛说？送到旅馆有什么不行吗？人家为了安全着想哎。是，对啊。人家是女生哎，你是男生哎，就是男生。我反问你，开玩笑，你的网友是不是网友？是吧？那又怎样？对，好，那你的我也是我网友啊。对。那为什么你不能直接讲说，哎，不好意思，今天小美喝醉了，我们带她去休息，我们会停吗？我们也会跟啊，怕什么？我为什么要你单独？你好朋友，为什么要你？为什么要你？人家愿意让我上，为什么不行？什么人家愿意让我上？根本没有讲别人嘛你。好，没关系，在这个部分，你以为你看起来小美这个人物是已经是出现。完了，到底有没有送到那个我们的汽车旅馆？我有跟到，绝对有，好像也似乎。反正是有没有做什么事？有没有做什么事？我们不晓得哈。反正我有个证人。我们来介绍这位，名字叫做小游。小游，一起来欢迎小游来。小游，这人小游，振宇的网友，是振宇诉苦的对象，更是反派与众人口中的狐狸精。是网友啊，我们要当网友，真的是网友，太非常西施吧？好，网友真的不要评论，比你朋友有气质，各位，他是出去啊，对，原来喜欢非常西施哦，我没有，没有看见吧？现在不要再讲话了，让小游讲好不好？乖，啊不，先讲。我行得正，坐得正，没有什么好怕的。啊，对。你可以去找证据啊。证据。我们不过就是去吃个饭，唱个歌啊，有什么好装的？喝个酒，睡个觉嘛。啊，还开心吗？睡了。让他讲，让他讲。好，让他讲没关系。就说你跟振宇其实是个好朋友而已。你们到底在一起做了什么事情？
就跟一般朋友一样啊，吃个饭啊，唱个歌，有什么不对的？那其他网友，你自己思想有问题吧？还是你活在自己的世界太久了？要像一个泼妇一样。所以你认为你跟他就是好朋友，所以你出来作证，你跟郑宇是好朋友。好，这边有什么话要说？来，好，举手对。阿信这个会做节目，来，你凭什么认定他对其他女网友跟你一样这么斯文？好，我跟他就是普通朋友，有什么好不好？对啊，所以我就讲，你不能代表其他女网友嘛。你想代表谁？我们是好朋友。等一下，放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尊重人家。听我说，听我说一句话，除了男女主角，其他的请离场。来，嗯，男主角，好，好，你想干嘛？你想干嘛？你想干嘛？告一个段落一下好不好？发觉今天男女主角找错人了哈，旁边的人比他们还激动很多了哈。对呀。好，这个时候他们搞刚吵的内容里面，从很多的内容当中里面，吵的过程当中里面，大家也很清楚。我们现在评审来帮我们做一个讲评，甚至来告诉我们，在这个回合当中里面，到底是凡凡女生能够比较优胜呢，还是我们的郑宇呢？来，三位评审来，请举牌。好，女生，女生。好，三位都选择女生。来，我们的如中，如果情侣之间避免吵架，公道话是不要把朋友扯进来哦，因为根本连听到重点都没听到。我今天只听到畜生两个字，其他所有的内容都听不到，都听不懂。可是为什么选女生呢？就让大家可以学习的一点就是，吵架也是一种艺术。对方请出了起承转合，包括了大陆妹，包括了流氓，包括了断背山都出来了。哦，至少让我们知道他们的策略是每个人攻不同的阶段。可是男方他的证物包括他的证人，所有的人讲话都含糊不清，通常只在于辩解说我哪有，是，这不是沟通的方法。刚那一段这样吵架，这样吵下来啊，我们听到很大的一个重点，就是男生爱搞暧昧，爱搞那暧昧呢就是不可原谅，因为你就是不能专一嘛。我没有搞暧昧，就是交朋友是一个很正常的东西。为什么还要去交其他的网友？老师在讲话，你不要吵嘛！不是交网友，交网友只是一种管道而已，很合理的管道。这样你女朋友会疑心病啊，她会。没关系，来来，这是我的自由嘛，不要再进来了，好不好？你不要再快点，警卫啊，放狗啊！放什么狗？你就是狗啦！你出去，你不要那么吵啊！方这边，我觉得如果你是真心爱一个你的 lover 的话，我觉得不应该是用这样的态度跟甚至去交朋友。交朋友有很好的管道，对，不至于到那样。哎，我觉得你要凭道理讲话。哎，你们回去好不好？对啊，回去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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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回去，从一开始，女生泼水、动手、骂人，这些事情，你们要打评审好吗？我没有打评审，做错事情，我知道。那你讲就讲，你讲就讲，你不要拍桌子，不要来拍桌子。关嘛，这显得你很没有品味啊！凭良心讲嘛，你这样会很没有品味，你知道吗？好了好了，过了好了好了，男生本来就要上天的，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哎，你不要再讲好不好？我们家狗比你有礼貌。好，你考，你不要生气，你考 OK 啊，你考 OK 啊。好，不要再出来，拜拜拜，会慢了十秒钟。好，不用担心，你不用担心，好不好？黑衣人绝对不是他们。好，来，所以三方全部都认定女方在这个回合完全获胜，我们再度恭喜我们的女方，在这三回合当中，有两回合是获胜的。经过三回合的相互指责、叫嚣，甚至暴力相向后，
对彼此不满的情绪都得到了宣泄。只是一凡会接受吗？而振宇能够尊重彼此的生活模式吗？风雨过后的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抉择呢？我想在最后我们这个真情告白的时候，我们先请女方来，凡凡来，请过来一下。面对的我们的振宇哈，有什么话要说，请你说来。我觉得交往已经三年了，可是我觉得其实有一些误会，希望就是真的是你给我一个确据，让我知道它不是真的。我并不是想要就是诬赖你，可是我真的觉得那些事情让我觉得没有办法相信你。我想要有以后，可是我觉得你并没有办法给我一个真实的答案。你让我的感觉是你只是在说谎讲理由，可是我没有办法就因为这些理由去相信你的行为。我觉得你必须要给我一个就是一个答案，或者是真的让我相信我们是可以很坚定走下去的。对啊，其实我也希望我们这段感情可以有结果，可是我觉得你的行为还有你的理财观念还有种种的事情都让我觉得没有办法就是跟你有一个未来。你觉得你自己这样子能够让我以后有好的日子好的生活吗？你理想的未来是什么呢？好，凡凡说的这几句话很简单，就希望有个理想跟未来的一个生活。男方振宇，你有没有考虑到呢？来，凡凡先回去一下。好，这个时候我们请振宇来，你有什么话要对着我们凡凡说？来，其实我觉得我一直都对你很好，不管是在物质上面，还是说我觉得你在我心中是非常重要的人。那我觉得我今天为你付出那么多，我自己工作还是生活远从南部上来也是非常的辛苦，那我觉得我今天很多时间花在你身上，也花了很多金钱在你身上，当然这是不重要的，但是我觉得你也要适度体谅一下我的辛苦。我觉得有时候不要听别人怎么讲，因为我觉得别人有时候都是道听途说，他们并没有真的看到事实，他们并没有看到事实，可是却这样子诬赖我。不管我再怎么保证，不管我再怎么解释，也许观念不一样，但是观念是可以沟通的。如果今天我们断绝了沟通的管道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能在一起？所以我还是希望说我们能够好好沟通，在别人跟你讲什么话之前，自己先想想看有没有可能，不要说自己在那边乱猜。如果说今天有任何疑问可以直接问我，好，我相信我行得正坐得端。所以说我们振宇要的就是沟通两个字，我们的凡凡要的不过就是未来两个字，如果多沟通就有未来了。这时候我们请我们的凡凡来，要做一个最后的倒数的一个抉择，他们两个是不是要继续的交往呢？来，请面对镜头来，两位是要继续的交往呢，还是从此分道扬镳呢？不能有妥协，不能有沟通，甚至不考虑他的未来呢？来，我们最后的抉择，来，五秒钟，请倒数。5, 4, 3, 2, 1。好，时间到，请抉择。真的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哈，这个家务事，你看前面吵成这样子，后面结果是有情人才终成眷属了。是，真的是这样啊！有时候对，就是不要听道理，只是要一个抱抱的感觉而已。好，那常讲夫妻就是床头吵，床尾和了哈。其实争吵的过程当中，需要这样一个争执，互相再把内心话讲出来。最后的要的就是沟通，要的就是希望哈。从刚刚的真情告白，我想这几分钟当中里面，换取他们两个对对方的一种信心，结果他们两个刚刚拥抱了一下，这个时候拥抱够吗？还是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舌吻呢？他有没有刷牙？不用刷牙了，好，就忍一次好了，最后一次，忍最后一次。
开始来，请接吻，吻一下就好了。哦，啊，他还是很介意，有没有刷牙？憋气，有憋气，我看到。两个人牵手，我看两个手牵手来，我为你开创了一条康庄大道，就是一个没有网的路。两个手牵手去上厕所，来，好，好，我们恭喜两位，恭喜，有和好的空间。好，我们也谢谢我们的评审哦，也谢谢您的收看，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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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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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